徐伟宁火辣晒香肩，邱泽一动作霸气宣示主权，甜蜜互动全被拍。女星徐伟宁自模特出道，随后转战戏剧圈，实力与人气兼具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不败女神。2021年闪嫁演员邱泽，事业爱情两得意，个性低调的夫妻俩鲜少更新社群放闪。不过日前徐伟宁参加闺蜜生日聚会，除了以低胸豹纹洋装盛装出席之外，竟罕见惜伴公开现身，席间邱泽亲密一动作霸气宣示主权，小两口甜蜜互动全被拍下，闪瞎大批网友。照片中徐伟宁以一袭豹纹紧身洋装亮相，胸前 V 字剪裁大袖傲然上围，同时露出两侧雪白香肩，火辣身材一览无遗。不晓得是不是护妻心切，见邱泽在大合照中双手从背后紧紧揽住徐伟宁，一动作看出完全就在宣示主权。徐伟宁也如小女人姿态般坐上他的大腿，面带撒娇笑容依偎在邱泽身上。徐伟宁和邱泽这对神仙眷侣，一举一动也成为现场一大焦点，看得众人害羞又兴奋，搂得太幸福了，笑得好幸福呀，被闪得心甘情愿，紧靠在一起太羡慕了，粉红泡泡闪得大票粉丝不要不要的。感谢您收看 Mon 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